如何判断猫咪被你养得好不好？一、每天清洁自己，浑身上下都很干净，毛发顺滑有光泽，说明它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的困扰。二、像个侦探一样的探索，到处找有趣的事儿干，说明它充满活力。三、活泼爱玩，上蹿下跳，偶尔跑步，说明它很快乐。四、干饭积极，对食物非常感兴趣，说明它心态健康，吃喝不愁。五、在家里到处睡，有时四仰八叉，说明你给足了它安全感，在这个家可以完全的放松警惕。还有什么，一起来说说吧。